就那上面如果不生长，下面有撇捺就可以表现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不生长，弄那个燕尾去表现。焦油，这里有很多捺哈，所以可能要小心处理这个捺。好，首先这里可以放松，上面有勾起来，这里就可以不用勾。好，那这个十五捺其实有一种是稍微往下的，这个它会出现哦，避免每次都长得一样啊。头、手这都不用太长。上面是密的，密的，好，上面就让它密吧。粉，他有写过，是这样写的，写的很重。这里它是不勾哈，但是我这里勾是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字跟它一模一样，所以一定要变一下。切，这个切旁边也是有刀，所以这两个字在一起就很麻烦，那你就要适当的变化。好，这里切应该长得很像，但是它这里不像啊，这里就让它扫出去。刚才的没有扫出去，让它勾起来，这个让它扫出去。摸，不一定要勾啊。意识到就可以了。这里笔画比较多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注意它的密度。好，这里也不做燕尾啊，燕尾是要给后面的十来做。好，这两个要做不一样哈，因为两个太靠近了，不要两个不都不勾或两个都勾，这样感觉太一致，稍微变化一下。想办法靠近，缝隙要小，针。旁边两个短横靠近，这里可以稍微放松，线写结实一点，好，这就可以翘起来哈，因为刚才这里没有翘，所以这个可以掌握机会。人，好短的，好，这里可以燕尾的，长的，词，词。上面一横，下面可以用三个点来代替。侧，哇，侧笔画好多哦，这心字旁又很难写。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省哎，
比如说我现在省一个空间起来，它有时候不见得会写四横啊，因为省空间呢，不然挤不进去也是麻烦。好，那粗细不用一致哈。